开机点啊！好，Dear 阿北，有，今天是您的50大寿，而今天就是你的生日，刚好也是。不要笑。我说今年是你的50大寿，而今天就是您的生日，刚好也是端午节，也是金曲奖。颁奖的那个典礼，我没写啊。里面没有这一句。然后谢谢您每一次都带我们出去玩，然后每一次都去，每次去彰化，我前一天都期待的睡不着。然后这一次也不意外。也谢谢您把每次忘带东西的千里迢迢的带回来，我心里有万分的感谢。最后祝您生日快乐。好。